白眼粗，蓝腿裤，瘪个小嘴你还别不服，僵尸界里姓高的可就这一个。这些啊都是小 case。这波开局成功了，那剩下的就好办了。这两波群体伤害肯定是得排在第一个的吧？我刚刚尝试一下打了打这个曾哥，那谁知道下面的杨桃这么活跃？那第一个就办了你。来了，高坚果他又来了，还好这波补了一发伤害。我就想的是，谁都能吃这个坚果，唯独我高坚果不能吃。开什么玩笑呢？一个过去应该过得去吧，大哥。我这要不要给你补一个攻击力？应该不用吧，我觉得你是可以的。他这黄油给的再到位，他也不可能秒了我高坚果呀。有点没对，但无所谓，阳光够用就是好使啊。他还真能给我干掉啊，这一个黄油真是挺过分的。OK 了，这一个被干掉了，难不成这么多次都不给机会？不是这样玩游戏的吧，大哥。 OK， 我承认这波是我的失误。 OK sorry。 OK， 上路先拿下。行，嗯，这个只要不先给着我黄油的话，我倒还是可以接受。下路的话得来一个好东西吧，要不上路我再给他补一个，我觉得上路有可能撑不住了，真是有这种可能性。 OK， 这又扔黄油。不是吧，我红眼真要撑不住了，我这个能不能挡一发黄油啊？漂亮，刚好我的这个铁门挡了一发黄油，这波我的及时补救措施还是可以的噻。那行吧，那下路这个能给他干掉呢？不能呢，又是雪橇兄弟。哎呦喂，最后再来了一个巨人，这才拿下。中路的话还有一波机会可以获取，倒是不用着急。二四路这波应该是解决了，他再能扛也扛不住这几波伤害了，除非他连续给黄油，一直给根本停不下来的那种。显然做不到吗？这波中路还能获得一波机会，但是呢，能不能买点什么好东西呢？这才是关键呀。赌一波吧。OK， 一个半五肯定是不行的。OK， 一个小丑，哎，也不一定，有半五在后面挡了几发伤害，吃吃吃，别炸，要么你就提前炸，要么你就别炸。OK， 这个有点可惜。OK， 哈哈，那一个坚果也是可以的，至少是跟高坚果能称兄道弟的家伙，能弱到哪儿去嘛？对不对？下路这第一个都没套路到，下路我需要雪橇小队是最舒服的。来错东西了呀，要雪橇小队来成武王了，这就尴尬了。第四路皇城 PK， 哎，还是自己能取得胜利，上路的话不演我。OK， 那好办了，那上路这一个巨人解决了，2000多阳光，你这四个魅惑菇能咋套路呢？一个机枪搞定了呢，那就。冷冷的哭泣让我抱住你越来越近，让我陪着你平淡走下去，看着月亮和太阳轮流升起，我带着我的日记，你带着卡片机。